觉得，因为最重要的是客观数字。我们拿台中来讲，就中部，最标准化的就是台中火力发电厂。每一次提出来的数字都很清楚，到今天为止都是一样。台中火力发电厂的燃煤的数字逐渐在降低，空污的 PM2.5 的数字在降低。所有的数字都显示，比国民党执政胡志强十几年一路改善中。所以要为空污来选举的话，那应该就选民进党的现在的继续的政策来执行，因为它空污会改善。国民党的空污是恶劣的，所以我不觉得用空污来做选举诉求会得到选民的回应，而且我认为这一次最大的污染就是假公投、假联署的污染，对民主的污染。因为你要晓得，18万份的假联署，你不能想象18万份堆起来有多少，18万份都要快成立另外一个新的公投了。不过我在这里必须要说了，接了刚才定宇所说的。中选会有关公投的程序要改革了啦。不管你从一方面，你从法律改革起，说故意造假，死人联署没有非故意的，因为那根本就没不，他不是已经确定非本人，而且他不可能，就算别人代填好了，都不行啊！都不可能，2008年都往生了，怎么？这就表示那个人根本没有委托你代填嘛，那是纯假嘛。达到一定数字，譬如说我们现在合格的联署是28万份，有1/10，28,000以上，任何一个整个公投就不能算数。如果卢秀燕支持的话，他是一个他应该主动撤回这个公投，因为你今年选年举就底，打这个，姚老师他怎么可能会撤？这个我懂啊，这个他就是我说，如果他支持的话。到年底选举，你当民众去投那个公投，后脑袋里想这是一个作假弊。联署作弊的公投。我不觉得这个公投有助于大选。他们要做空污公投、反空公投，目的就是用公投绑大选，是。然后用诉求来赢取选举。可是我觉得，就是因为这个假的联署。刚好效果相反，去公投的如果愿意拿票公投的人，都会脑袋就有一个印象，这些公投是不是都是作假做成的？是吗，反陈而大？对于选举不见得有利。所以我觉得国民党无论如何，应该为太多这种假联署，向社会做个歉，致个歉。说我们疏忽了，我们查核太少了。无论如何，你要认错嘛，你不能硬凹嘛，这是全民的印象的问题啊。今天不是民进党的主张如何的问题，所以中选会我另外再提，就是说他那个改革，现在自然人凭证已经非常非常通行了。对，身份证的条码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流行。报税都可以用自然人凭证我们现在还在用纸本，我们还是要用领纸本，一张张填，然后一箱一箱的送，这已经非常非常不科学，也不环保。完全不环保，而且网络用自然人凭证也不容易造假，而且它也不能够重复，是。查核起来用抽查就完成。根本不必逐一表，因为自然人凭证不能够重复，这个电脑设计非常容易的，所以中选会应该在这次像这些都是行政改革做得到的，不需要修法的。中选会借由这一次，因为这一次如果我必须说，因为如果最后移送了，检察官根据过去的案例也没有办法起诉，因为抓不到真正作假的人，大家都放在一个箱子里面。大家都说这不是我，别人没有抓不到正主，所以无法处罚。那中选会务必啊，让因为大家就等于鼓励大家作弊了。对你啊。看，
作弊的只是拿掉，我做十份，就算拿到九份，我赚一份。嗯，我就在家里抄个100万份嘛。嗯，算到百分之一我都过关。赚到1%我就过关了，我就对不对？赚了80%我都过关的，要20万份嘛。所以这么简单，所以这个不行。中选会基于这一次的国民党的教训，无论如何在行政程序上，这个联署的方式一定要做改革，否则它会越滚越大。以后所有无聊的都用这种方法做了，家里造假，老师假名字，假签名。你这个我补三句啊，第一个一定要修。一定要修，这不是针对哪个党，而是维护一个公投的对机制，公平的性，就是说你不要让它被污染掉。第二个，我一直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制度问题耶，你知道瑞士跟美国公投也没有涉及到那么复杂，对呀、这是人格问题呀、这多哈、各行那设计哈，都有人会去玩制度，我都相信真，如果真的要作弊的人哦，你弄自然人凭证哦，我还不晓得他会怎么弄哎，就说这个是人格问题，所以我赞成刚才姚老师呼吁。卢修彦在这个事情如果能够呈现出品德的相对高尚的话，其实对他是加分的。我撤回来，因为这被污染了。就像你之前把林佳龙弄成一个像祭台，还画个红线，你说那个不是我做的，是我发言人做的，你做的不够，那个东西就会一直持续伤害。我要让国民党回应一下，因为主要现在就提到卢秀燕哈，这个整个其实这会不会呢影响到卢秀燕的选情？因为本来打空屋联盟就是要帮卢秀燕或国民党的选情来加分，但是包括你看卢秀燕现在是说，哎、我是用奥克耶哦，哇，这个多出来的是中选会变成所谓西厂做打手。再来是他说这个希望能够让这些联署能够申复，有人就笑了，死人怎么申复呢？难道是要演阴尸路还是借尸还魂吗？我觉得像这样的笑话，其实对于卢秀燕来讲，都这种哭手其实都不会是正面的啊。我先回应一下啊，国民党针对这三个公投案，我们也是辛苦的，透过各地方的这一些好朋友的一个联署，我们并没有作弊。你如果讲说，哎，今天讲说，哎，到现场有48万多份或者49万多份，你讲说不合格规定的，你包括了有死亡，甚至于身份证制造错误的，或者是姓名错误的，这一些不符合公投法它的一个联署的相关规定，你把它剔除掉，我们没话说。但是你今天讲说有7万多份，你讲说，哦，这是大量的一个抄写或怎么样？我请问，当时在这一个今年的8月下旬的时候，中选会主委那时候我们递公投的案件去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到各地方的户政单位来去做审核的时候，这个陈英前主委讲什么？这我们国民党送去的有大量，差不多60%以上，全部都是不符合规定。好了，那现在呢？现在你如果讲说48万多份或49万多份，你在17、18万份，你包括了有7万多份是你自己认定的。那户政单位也讲了，我们是依照中选会给我们的这一个相关的一个标准，这个标准，然后去认定。好，那你标准在哪里？那你证据在哪里？你拿出来，我可以同意讲说你不符合规定。我相信这一个部分不是只有现在大家在讲，2004年甚至于2008年吧，主任，我就讲。我们有各自的审议吗？如果像刚刚姚老师讲了，大家能够来探讨未来的一个公投法，它的联署规定，就像你陈英前主委讲的，你如果说未来有讲说这个见证人的规定，甚至于像姚老师所说的自然人凭证的规定，哎，你现在用书写的一个规定，我如果要联署的，我可以去查核吗？所以国民党员有死掉的人可以去联署。所以呢，我今天讲。你怎么规定怎么做？那今天也讲哦，是这个反空屋公投，你会不会把你名字写错嘛？我跟你讲，你会不会把你的身份证的号码写错嘛？你先听我讲嘛。哎，如果你每个人去写的时候，哎，一冬年，我当时要一码写下面丢啊。不是每个人是我自己啊，你会把你的名字写错吗？你今天去做审核的时候，我有没有各自审核的权利？我相信没有。那今天我也讲，反空屋公投现在在中选会审核的时候，这是第一案哦。后续还有10多案，是不是比照办理？如果他已经审过了3个了嘛，杨老师，我就讲嘛，你后续的如果说陆陆续续的，如果说哎，这个三个都是好好的，这都是零零散散的有、那个。我跟您报告，2008年的时候，同样的公投的一个联署书也有这一些所谓的一个伪造的情势发生。刘一舟也讲了，那时候当时的主委刘一舟他还讲、我们也送到法院去了、结果。没事吗？还是怎样？没有办法追查到说是起诉了，是不是就是因为我的购买？那这一个部分，我相信这几天大家来探讨。段宜康委员也有讲过了。那你今天所谓的一个比例原则，那所谓的比例原则是多少？是几千几万，
还是几十个、几万个，死人都一万。所以说杨老师，我同意一万一这个，但是你今天公投嘛，我也同意讲说，我昨天也讲，我也同意你，我后来你要怎么样去修啊？这一万多个死人的部分做道歉吗？我人怎么连署出来了？我们有查核的权利嘛？外三个怪公哎，在基层的这一些去连署的，然后他们出了错，我去怪他们吗？对，那你不能够怪他们的话，我讲讲国民党该做的做法，说那个一万一的死人，你把那个资料拿回来。你去查一查看看自己怎么把死人连署进去，自己哪一个人讲啊？你今天不符合规定的，我们每一份我们也都会引印。你中选会能够提供出来，哎，到底是哪里有哪些错？现在只有中选会单方面的说法。